各位嘉宾、亲朋好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道心师傅的孙洪阳，我代表我爷爷道心师傅和我们家族，万年军咁样欢迎大家嚟临。在座咁多位都是同我爷爷携手共进好多年的朋友，每年呢个时间都特别高兴。你哋同我爷爷一样，都有一种永不言休的精神，收咗嗰团火，比年轻人更加炽热。我爷爷每一年喺思想境界上面都力求突破创新，今年更加利用社交平台，同各界的朋友近距离交流武术同埋医学，希望可以与时并进，提升自己，同时将呢两种国粹传承。多谢大家。有请洪子豪孙同埋亲人陪同寿星公道心师傅上台。我哋准备为寿星公道心师傅唱生日歌。大家可以圍住嗰張被啦。我哋大家为寿星公道心师傅一齐唱首生日歌，好唔好啊？好。请寿星公吹蜡烛。咁我哋嘅寿星公道心师傅想同大家讲几句嘢。各位嘉宾，各位亲友，今晚呢是一个温馨嘅晚上。我首先祝各位嘉宾亲友身体健康，同心左右，家庭幸福，世界和平，世界进步。多谢各位。好，我哋一众桃子豪孙同埋亲人陪寿星公切生日蛋糕，好唔好啊？祝寿星公道心师傅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
請各位就座。各位嘉賓親友，每年這個時間都非常之感動，有些朋友在百忙之中抽空出來，有些親人在不同國家在不同的地方不辭勞苦地遠道而來，為了表示我們的心意，我們用一種特別的方式多謝大家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
非常感謝大家細心欣賞，麻煩龍庭酒樓的員工、喜菜、各位嘉賓、慢慢品嚐的同時，請欣賞各類的節目。